迪士尼樂園公布，星期二開始門票會分兩級制，普通日子同特定嘅日子票價會唔同。迪士尼會在網站標示普通日子和特定日子，普通日子的票價維持不變，標準門票639元，特定日子的標準門票定為699元，小童票價就是524元。第一個特定日子會是11月20日，當日是星期六。迪士尼說票價分級制鼓勵賓客在全年不同時間入園，協助更加有效管理需求。迪士尼對上次加價是在前年。